朋友们是不是想念我们了呢？英子两姐妹呢也是特别的关怀大家。嗯，这次磨川县的扶贫活动和内部县的扶贫活动，就是当地的电视台和政府对我们的宣传推广工作还是很满意的。嗯，其中呢还是当然还是存在了一些不足，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好好反思。啊，英子这两天做了啥子？这两天呢我就整理了哈一些学习资料，因为我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不要盲目的做一些事情，我们要做一些有准备的，所以说欲速则不达。这两天在整理了一些东西，而美丽呢？我这两天就是你们知道有些中奖名单呀，还有一些当时我们的一些大家的一些反馈和建议，还有在视频下方的一些留言和互动，我都要统统的把数据反馈给对方嘛，就做了这些整理的工作。刚刚我们去了磨川县和我们内部县两个行程的一些工作呢，大概已经整理完毕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步入正轨了，每天视频按时的早上。十点以前给大家发，每天晚上8点的直播还是与大家正常的进行。欢迎大家有啥子想法都来跟我们一起交流，我们都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很好的朋友的。当然，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行程啊、安排呀、啊，我们都会在视频中具体给你们说的，你们记得关注视频哟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行动吧。嗯，拜拜。